的好。我以为。第二天我还是走了。那我到了我就先走了。你自己回去能行吗？能行，但我送进去行不行？咱不能让你进去啊。你自己回去乖乖的注意安全，听着没？嗯，肯定能放心吧。啊，我之后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还回来呢。你能不能早点回来呀？我只要一有假我就回来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跟领导申请，能早回来就早点回来。好啊，反正昨天话也说开了，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，对不？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到家告诉我。拜拜。好嘞。出行旅客需只有48小时内联系。你还早点回来啊！听到了，好了。走吧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对于中转人，喂。喂，田总，我小宋，那个有个挺不好意思的事想跟你说。我这边有点变动，我想回家里这边的发展了，我准备要离职了。那挺可惜的。那个，我能问你一下，是因为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吗？对，是因为她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也感谢你这长时间栽培了。行，那你抓紧时间回来办一下离职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在车站了，然后这就回去啊。您放心吧，这边。好的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嘞，回头见。给他个惊喜吧，走了。